怎么进来的？你觉得我们还需要秘密吗？你是来接小宝的吧？他在卫生间，我去叫他一下。等一下，上一份合约自动解除了，这是一份新的合约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我想跟你开始一段全新的合作关系。什么呀？具体的，看一下合约。你的合约又臭又长，我懒得看。那我念给你听。甲方贺小燕在主合同存续期间，对乙方秦逸月产生了条例之外的情感。特此补充条款，提出进一步深度的合作，与乙方以恋爱关系正式交往。关系确认之后，如果乙方没有什么意见，合同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，比方说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过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我身边了，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理由。